你早，早上的10点钟，记者呢现在正在协天宫来向关圣帝君参拜祈福。啊，我们跟关圣帝君报告，昨天开奖没中啊。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呢有中个礼拜一、礼拜三啊、礼拜四啊、礼拜五啊，跟礼拜二五没中，这个礼拜中三次。感谢感恩我们协天宫关圣帝君的照顾啊，感谢感恩啊。希望今天能过关啊，我们啊第二波的人能过，能三次能吃个红给我啊，我们五月份关圣帝君庙过圣诞，我一定要在这边啊做点这个祈跟关圣帝君祈福啊，然后一定在这边啊做点善事啊，这一定要的啊，所以你希望关圣帝君庙协天宫关圣也能够啊把记者燕国龙啊先生及啊，我们那个环球邮报的读者539的会员，啊，阖家平安，事事顺利，台湾五生九人常常见中奖，感恩感谢。